他仿佛在当当旋转寿司。我很怕旋哦，有史以来最大的。就是妈的！所以这第一道菜吗？师傅？对，这是现在到的鳕鱼白子，那搭配这个日本的汤液，做一个前汤暖胃的动作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知道这个东西。新餐厅还有一个用吗？老板长得像木村拓哉。有，我刚刚进来就有看到他眼睛很方便。哎、欸，我有吃过这个、欸。鳕鱼白子啊，对。对，鳕鱼白子它是属于季节限定。我不知道我在美德利还是哪里炒鳕鱼白子，然后他用油醋的方式，我没有吃懂，因为我就觉得它就很像豆腐，然后又没什么味道。但他这里有凸显他自己的特色，因为我是不太喜欢翻酱。专用食材是非常高级。应该说，只要是这种等级的店，基本上都很好。然后这间，我又认为那些很贵里面用了更好材料的店，所以我才带你来。就是本来就是有两种。欢迎哦！我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日本的明虾哎，这不是台湾明虾，这是日本明虾。这个是鹿儿岛的活明虾做的一个生鱼片，上面搭配的是紫海胆、柠檬冻、鱼子酱。花直接吃就可以了，多给你吃一个。好，你这道菜可以多点吗？可以啊，你想吃多点啊。这道很好吃。它这边的规则是你要吃完一整套才能加。哦，好。对，我帮你点好了，没关系。好适合啊，我好喜欢这家。这个是兵库县的土托鱼。直接搭配上面的酱油、洋葱一起吃就可以。你看这些店，他们都很在意产地。土托鱼听起来就好像没什么，还是讲冰库县的土托鱼就是进口，就是不一样。三块三块。它表皮有稍微做了一点烧烤的动作，它表皮是加有点脆脆的，搭配这个酱油、洋葱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喜欢的吗？嗯。但这一道它味道很重。重。我会怕说吃多就会。那你多吃点。左边是裸煮章鱼搭配日本的炭焙芝麻，右边这个是台湾的葡萄虾，那有腌制过的这个绍兴酒，多吃一点，它也没有倒很多，好，我们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要找好吃，我已经记到，我等一下要加点。这一道菜是用这个松叶蟹最终品，那里面有一颗用分子料理的方式做的一个溏心蛋球，花了3天的时间包在松叶蟹的里面，下面还有搭配了一点这个叫做柚子柿子。松叶蟹基本上是最高级的蟹，有我听过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学一下，你就不要节食，我们学一下知识，这叫做最终品。我之前在影片说他铜锣烧被他骂，我才不会觉得他是铜锣烧嘞。哇，这好吃的，如果说蛋黄的。我觉得算他的招牌，这个也是怎样想加点？对，我要思考我到底要点几份，有点懊恼。我要点那个，他说日本来最昂贵虾，所以要把它点下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刚刚分你一块不够。好，这我帮你点，我帮你点多一点。为什么？好吃的。它是什么鱼啊？白干，进口白干。哇，好好吃的。这个是蜜干鲷鱼。吃这个鲷鱼啊，会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蜜柑橘子的味道，它是本身用蜜柑橘子去饲的。那柑橘不是你自己加，是它本身，是它自己本身的味道。那蛮神奇的，贵的吗？每一公斤它1000块，那蛮很贵好不好？一公斤1000块鱼已经超贵了。队长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吃有一点脆脆的口感的鱼，或者是肥一点的。有一点，小花应该到哪一只了吧？我们的 Toro 系列，对不对？是北海道的安康鱼干，哦，这好吃，好吃。上面搭配的是奈良县的西瓜，西瓜做的，西瓜做的，台湾话叫西瓜棉。不知道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知道西瓜棉，而且你知道有火锅也有用西瓜棉去做，这个一样，这好好吃哦。安康鱼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安康鱼是算特色味蛮重的，主要是它下面果然有点接近芋泥，然后鱼肉的那种综合版，然后重点是西瓜棉它是脆脆，所以它就会有3种口感，这么好。
这个是来自北海道喷火湾产的，名字叫香香蟹，这是季节限定，每年11月到1月份，日本才可以开放采集野生母的松叶蟹。太好吃，我家店。外面有加了一个，这个是柴鱼金冻，绿色那一片也是来自日本京都的枫叶，那个枫叶也是可以吃的。不要小看这个限定的季节限定，我没有小看，我从来不小看它的。对，哇，你这都稀饭的吃了。它比我刚刚吃那个夹层的那一个更好吃。哦、你说那个最终饼的是？对，它味道更多层次，那我们的味道真的很香。没事，我常吃，你吃一吃。真的啊？对，你吃一吃一吃。就是母的松叶蟹，那你刚刚会吃到里面有一个像蟹籽，啵啵啵鱼卵，就是它肚子这一个叫蟹籽。在日本称为叫珍珠，然后里面刚刚还有蟹膏，在日本称为黄金，小小的像一个女生的珠宝盒塞在一个盒子里面，所以命名为叫香香蟹。公的就没有？公的没有，一年就产季限量3个月，这就是母的松叶蟹。京都一根的黑尾鱼。哦，你喜欢的真是有点不一样吗？味道油比较那个油，我喜欢那个油的感觉。我就是要吃它的那个油香。为什么不是沾油？我怕你吃太腻。你看，你会有一个炭烧的味道 ，barbecue 的香气，跟炙烧不一样。你的另外两颗在这边。大副香一公斤多少钱？真的。这个一公斤12000。12000。真的有烧烤的味道，有比较好吃吗？它不会像炙烧那么的油，有饱的感觉吗？冰冰冰。私人招待，这是白带鱼天妇罗，搭配那个海胆，有看到？又来杯酒吧，好香，好好吃哦！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吃很多吗？还好，是不是？还好，东西太小，是不是？鲑鱼的刺身酱油的腌制，上面有放了季节限定的黄柚子。这只黑尾鱼它是比较属于偏瘦肉，它的那个茄子味味道会比较重。它是后面那鱼韵比较明显。北海道的沙丁鱼伊拉西，我这味道蛮重的。它味道太重了。蛮好吃的，为什么他不喜欢？他本身比较少吃肉。笑死！你别开玩笑，师傅，你放不过我，后面很难处理啊。你专门会吃，他等一下他再加点，你没有办法做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日本的那个甜虾第三道还是第二道，然后我还想要那一个很像汉堡的松叶蟹盖起来的那个。最终饼啊，跟那个虾了。还有刚刚那个活跳跳的松叶蟹，然后我觉得刚刚那个烙印的尾鱼也好吃，然后还有这个，我好好好好，没拍完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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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怎么？本店招牌变态寿司。变态寿司指的是寿司还是寿司？是哪一个部位？黑尾鱼的双酱。双酱。纹路很漂亮呢。我剃头才剖线洞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菜单当旋转寿司吃啊！撒鬼。其实这道出乎我意料好吃。欸、老板为什么要变态寿司啊？因为它是极为邪恶为一生啊，黑尾鱼的大腹又加了这个马粪海胆，又加了鱼子酱，然后这个黑尾鱼它有熟成过，熟成过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。极致食材之味。你才几分吗？这边一半都没有吧？你还好微笑吗？有啦。你知道老板刚刚在抱怨吗？他说他来不及做，因为他一次要出3-4个人。那他就假装下一个客嘛。哎，我们店的招牌，招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变态，一个是融化寿司。要来一张照片。融化寿司。好，他是吃在手上。是在放手上吧。融化寿司。哎，走。Finish。耶。好可怕的女人哦。它、啊、是什么鱼啊？青鳗加比目鱼鳍鞭，两种鱼混在一起了。它应该算你店里目前最会吃的。对，所以说可以给它大块一点。这是用鱼做的，鱼肉做的，没有水，没有面粉。你是想趁机？会薄点啊，这个比较便宜。
20。它像蛋糕哦。这个多吃一点没问题，对。招牌最好吃的就到了。嗯，哇，好喝啊！它加点都要上，你看师傅多忙碌。慢慢吃，我先暂停一下。好。那不行，弄大型，马上准备大型。不然他妈再点，你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。我 OK， 反正你付钱。我不 OK 啊，我们要协调啊。哇嘞！好吃哎，真的好吃。真的，这个来这里一定要吃的，就是它。你今天吃了三只？没有吃四只，它好吃到不得了哎。对，你的大招啊。好酷啊！就是你自创，就是把宝宝了呀！哈哈哈！有点累。哈哈哈！包起来，包不起来，也要让它起来呀、啊！这很大卷哦，有史以来最大的。动作叫什么？超级无敌大寿司。哈哈哈！烂名字，烂名字。啊，兄弟呀、啊，我没看懂啊。啊，有汤吗？有啊，汤来哦。我跟你说，什么事？我要赶快。我刚刚都有把你想要吃的东西记起来，可是太啰嗦了，所以老板决定把这全部东西都聚在一起。可是你不用每天想吃，不管没关系。是好吃的吗？那食材就是用刚刚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啊。一次包这么大，不好意思，包的有点紧。这个可以卡掉吗？不行。虾。好多盘啊！这什么汤？大家介绍一下吧。红刺味噌。哎，请笑纳。番茄甜食啊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？柠檬的柠檬做的柠檬果冻。要再一份甜点？好啊，那我吃甜点。我想要不按照他的理论吃，看看到底差在哪。因为会先太甜啊，太甜后面变得越来越不甜，越来越酸。他想颠覆你的理论，好奇嘛？他是香香蟹，你做出来吗？我做得出来。给他，给他，给他。给我两个好。还有两个，我赶快在这个季节多吃一点。你知道你吃了四只了吗？但是它好吃啊。店里有几只香香蟹？昨天播了20只。那晚上的客人吃吗？对，晚上客人就可能换菜吧。现在都几点了，还在吃？正常来说，你这个菜单里面19道最贵的是哪几道？最贵的是变态寿司、香香蟹，然后是最终饼，然后明虾。你懂吗？其实我嘴巴是吃得出贵的东西的。第一是因为它好吃，并不是因为它贵。啊，如果它不好吃，它贵我也不会选它。嗯，我蛮会选的。垃圾虾。还吃得下，我不用勉强哦。真的很好吃。差不多了吧？我觉得物极必反，我已经吃到我喜欢的程度了。那就好了。今天吃的开心吗？那个蟹真的很好吃哎。这间餐厅算有水准吧？应该这样讲，有一些食材是本身我只喜欢那个食材，可是我是喜欢它弄出来的料理。只要几乎在日本店，尤其高级，你一定是吃到食材最新鲜的，一定是。但是你说到底它们差在哪？我觉得是你怎么去让那个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搭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味道是互斥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味道可能有点冲突，还会盖过另一个味道。所以你觉得今天店的搭配是？我觉得是有，而且它会有很多的变化。好了，今天谢露就是陪我开箱，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开箱的一间餐厅。介绍给我观众，我觉得观众一定也知道什么是好吃的。对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个他吃了6只香香蟹的女人，今天希望你吃得开心啊！平常也很少人带你吃这种东西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那先这样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露露，让我来结就好了，你先回家哦。哎，那今天到底一个人要？没事啊，我来结就好，没事。那你总要告诉我一个人多少？我再传讯息给你，对 ，OK， 拜拜。你，哎妈的！老板要结账啊，多少钱？总共是37。到底是谁想这企划？干你娘！真的是妈的。
好，那今天谢谢小杰哥，就是应该没跟观众客人吧？主要再次跟观众讲啊，就是这边的套餐的价钱主要是分三个，3500、5500跟8000，建议第一次来客人以3500跟5500为主。对，那3500主要是吃得到变态寿司跟融化寿司，然后5500就多了那个他妈的香香蟹，对，还有最终饼嘛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间日料。那我其实想开箱很久，一直没机会来，那今天终于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开箱了，谢谢。其实还蛮硬的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我说没有饭，没饭了是不是？如果有对日料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追踪小杰哥的 IG， 真的蛮值得来试一次的。我自己是大腿，而且我来好几次了，那也希望观众喜欢这次的影片。那影片到这边，拜。是你昨天的生日蛋糕，生日快乐。哎、欸，这真的超好吃的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超好吃，我超喜欢这一家蛋糕。哇，你有变异片，笑死！那我等下拍它，你就等下拍它，拍在一起。多多，多不是巴莎，又是蛋糕。还在笑，还在笑。它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真的。它真的很好吃，它是真的很好吃，它真的超好吃。它是另外一个味，奶油也超好吃，它这是另外一个味。